目前先台上担架，目前一样持续。本所于8月11日下午1:10接获民众报案，于港区发现有2名民众落海，本所立即派员前往现场，并同时通报赤崁派出所及消防队前往协助。本所同仁抵达现场后，立即下水实施救援，将溺水民众救援至热心渔民的舢板上。经同仁持续实施 CPR 后，成功挽回民众性命。后续由紫冠消防分队将溺者送往国军高雄总医院左营分院救治。